新北市私立庄敬高级工业家事职业学校，简称庄敬高职，原名平民中学，于1922年创设于山西太原，1973年更名为庄敬中学，2016年更增设庄敬高职永和分校，目前设置6类12科，是提供各国中最多元升学的技职典范学校。那冠军就是我们的庄敬高职。新闻主播校园巡讲2017年第一站前进庄敬高职，中视新闻主播哈元颖等多位主播近距离和学生分享新闻工作经验，引发广泛回响。整齐划一的动作，热血专注的眼神，庄敬高职学生活力全开，为2017中视主播校园巡讲拉开序幕。感谢中视能够到我们学校来，作为梦想的第一站。中视当家主播哈远仪勉励同学努力深耕自己心中的梦田，同时找到人生改变的起点。中视新闻团队再度前进校园，今年首度深耕高中职学校，精彩的分享和有趣的活动都让同学留下深刻印象。记者庄敬高职七年前投入了电竞教育，现在呢在国内公开赛当中夺下冠军，之后要出国比赛。庄敬高职在七年前投入电竞教育，请来退役选手当指导教练，培养出一批具有专业水准的团队。不过要想成为电竞选手，许多学生都经过一场家庭革命。一开始当然是反对啊，然后后来讲一讲，看到家里是看到新闻，然后看到打出这种成绩，他就开始慢慢的变支持了。韩国知名经纪公司 FNC 首度来台选秀，第一站就选在庄敬高职，参赛学生使出浑身解数，想办法虏获评审的心。大家好，我们是庄敬少女时代。小小年纪，他们都是庄敬高职的高中生，组成15人的高中舞团，取名叫哥吉拉，就像团名一样，气势很大，在高中生圈里相当有名气。而这张照片呢，其实是庄敬高职的电影电视科二年级学生鲁家宝拍摄下来的，名称就叫做《捷运人潮中的保全》。黑白照片里只有一位保全手举高站在正中央，仔细看，这里是台北捷运忠孝新生站制高点往下拍的照片，透过镜头捕捉下左右月台间又满又忙碌的人潮。照片还参加法国巴黎摄影大奖，荣获相当于佳作的荣誉奖。这个画面连外国人都惊叹，这高职生真的好会拍。而另一张作品也不简单，是2016年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拍下的。卢家宝呢也在脸书上写着，看到野生麋鹿群在草原上，还好有带大炮，不然真的超远。这两张照片获得国际级肯定，他的脸书好友也纷纷留言祝福他，说他好会用画面说故事，真的好厉害，也期待有更多作品。非常感谢董事长给我这个机会，他就一心一意的想要邀请我来到学校里头跟各位校长、老师、学生一起来共同做日后相关餐饮研习的一些生活教育。他甩完，不会，再甩一下。无论是一对耍花枪，还是劲歌热舞，活力四射，年轻人勇于展现自我，现在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他们。合作意向书正式签约。大爱电视与庄敬高职签约产学合作，未来学生不单是技职培训，还能从不同类型的工作中摸索人生方向。其实最主要就是给学生们更多的一个机会。我们学校的类科就是食衣住行，好，透过在这个食衣住行的生活当中呢，学生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去学习到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学习到他们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在大爱台本来就有师徒制，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挑到适合的人才，然后呢，我们这边就一个带一个，所有的这种制作上的、技术上的这些事情呢，可以来做一些传承，而且当然也可以广纳人才。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来相当多精彩的表演，首先就来欢迎
连续两天对我们表演的庄敬高职，欢迎他们街舞的表演，欢迎，掌声。2018庄敬高职开启职棒生涯3+4就学保证，并且与中信金融学院等知名大学合作3+4的升学管道，让你学习升学无烦恼。同时，本校棒球队教练由中华职棒选手担纲，分别有曾志珍、王冠辉、邱淑煌。庄敬高职小兄弟棒球队等待你的加入，击出人生的全垒打。庄敬高职篮球队至今成立第二年，参加各个比赛也都获得不错的成绩，同时拿下106学年度台北市中正杯高中组的冠军。顶尖的教练，专业的培训，优质的场地，庄敬篮球魂等待你的加入。这是我们庄敬撞球队替庄敬拿下了团体总冠军，这个是韩国有派国家的青少年队来台湾进行对抗赛。2018安利益智园杯战况分析，看到 F 组上个月初在 WPA 世界撞球总会世界排名冲上第一的周杰瑜，今年将试图拿下个人在安利杯的第四座冠军。庄敬高职设立6类12科，其中艺术类群在2018年增设音乐科，还有家政类群、餐旅群、商业管理群、工业类群，以及2018年重点教育政策农业类群，有园艺科以及农场经营科。音乐科设立在庄敬高职永和校区，音乐科让孩子探索兴趣，自在学习。其中我们也有19间的独立琴房，还有乐团室以及练习室，让同学可以自在学习，可以有全方位更多元的发展。不论是流行音乐、古典音乐、数位音乐，庄敬高职音乐科都可以给你最完美最完整的设备。而我们的管乐室内乐合奏也在2018年荣获全国比赛特优，而黄炳宏同学更荣获全国萨克斯风冠军的殊荣。在这个艺术气息浓厚的校园当中，庄敬高职音乐科会陪伴孩子赢在人生的转捩点。庄敬高职表演艺术科是全国最优秀、最优质的演艺学院，有专业的师资群，业界街舞名师多达30位。戏剧课程与中国信托独家合作，表演艺术科每周都有国内外知名导演与经纪公司共同寻找明日之星。活泼生动的教学内容与业界接轨，戏剧、舞蹈、主持全方位的课程，培育演艺人员的最佳选择。庄敬高职电影电视科，优质设备首屈一指，专业设备全国之冠。庄敬电影电视科与清华视觉传播共创台湾视听艺术巅峰，有史上最强的产学合作，清华视觉精英班，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发挥所长，学以致用。欢迎所有对电影电视科有兴趣的同学都能够加入庄敬高职电影电视科。庄敬高职多媒体动画科培养学生绘图设计及制作能力，让学生学习业界最专业的剪辑软体，也备有高速网络的电脑教室，提供 3D 扫描、3D 列印等最专业的教学设备，结合了表演艺术科、电影电视科、资料处理科的优良师资，跨领域的整合教学，让学生学以致用，有最杰出的专业表现。庄敬高职美容美发科，优雅、自信、美丽是庄敬高职美容美发科的师生特质。
美容美发科何主任带领科内老师参与 OMC 世界美发竞赛，屡获殊荣，是美发界的台湾之光。庄敬高职美容科设立宠物美容丙级考场，为全国唯一，全方位的学习，专业的培训，让学生拥有多项专长。庄敬高职流行服饰科实习教室荣选为国家甲级考场，专业的设备，优良的师资，让同学能够一人一机台，获得最完善的教学资源。而客制化的时代，庄敬流行服饰科引领时代潮流，让同学能够实现心目中的梦想。庄敬流行服饰科，梦想起飞，华丽变身。培育希望的种子，庄敬高职幼儿保育科设有国家级保姆检定考场，培植基层幼儿教保人员，传授幼儿保育基本知识与技能，是培育幼教师资的最优质环境。庄敬高职餐饮管理科拥有全国最专业的国家检定考场，中餐、西餐、烘焙、饮条、中米面以及考场，多元入学的管道，设有餐饮正规班、双轨旗舰班、三三轮调班以及王品专班。专业、技术、自信是每位庄敬餐饮科师生的学习指标。庄敬高职资讯科，让你挑战百万高薪梦想。硬体装修实习设备，工业电子数位式教学设备，训练电路设计、制作及维修能力。精巧的手艺，专心迅速的学习，让学生在熟悉的场地考取证照，提高检定通过率。庄敬高职资料处理科拥有全国最优质的电脑教室、VR 教室、电竞教室。庄敬高职成立电竞专班，斥资500万打造最强学院教练团培训，华硕集团全力支持，是电竞选手的摇篮。加入庄敬高职电竞专班，让你成为世界冠军。庄敬高职资料处理科结合电影电视科专业培训空拍技术，学生实务操作空拍机，落实实务实习技能。2018庄敬高职增设园艺科与农场经营科，农场经营科以培养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技能，发展精致农业为教育目标。园艺科大致可分为果树园艺、蔬菜园艺和观赏园艺，配合国家农业政策，注重人格修养及文化陶冶，培育学生景观设计、生活休闲与生物科技技术。庄敬高职农业类群，欢迎你的加入。Come stop your crying, it will be alright. Just take my hand.So strong